闲的没事拉个场子，以武会友。难道这京城的武林真的就是被那洋枪洋炮打得没落了？是不是啊？我来。在下赵武，请指教。我是说最后那两下子有功夫。这位大叔好像也懂些功夫啊，要不你也下来，我用前几招给你比划一下吧。跟我师父没关系。哎，是我想向他请教请教。嗯，师父，嗯，有人想跟您比武。久闻八卦者大名，干什么啊？此番特意前来，是想领教领教。我来是为领教领教八卦掌的掌法。在下不能违背先师之命。授业者不能以八卦掌之名义比武招摇，让您白走一趟，请回。不比武，不比武，不比武！您就把那八卦掌给咱打一遍，让咱瞧一瞧，啊！在下先谢了。师门有24界八不传，咱萍水相逢，我生疏已久，身上都放了肉。勉强为之，您看不出什么东西来，您别为难我了。我可是诚心求义啊！只要让我看一遍，我就知道怎么打，日后咱可以一起把它发扬光大呀。要不然，我先练一趟给您看看，您看我成不成？啊，先瞅，先瞅，不用。
好功夫，几百家之大成啊！来，您八卦掌给咱练练，让咱瞧瞧。师傅，您就打一趟吧。露两手，就是给他开眼。很抱歉，在下真的难以从命。哎，这武艺切磋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呀，怎么弄得跟见不得人似的？哎，你看你的规矩，把你的功夫都给废了，你还不如挖个地洞钻下去算了。你把你祖师爷的功夫给糟践了，丢人吗你？对不起，请回。